8月17日晚，章子怡在微博晒出一组女儿醒醒的近照，并配文：“多认真的小手小脚，基本功要从七夕开始。”照片中，醒醒扎着小辫子，双手正捧着脚丫，埋头努力压腿。虽然没有露出正脸，但也能感受到小女子身上的认真劲儿。从醒醒这组样子照也不难看出，章子怡这是有意让女儿重走自己的舞蹈之路呀。照片中的醒醒穿着贴身的裤子、宽松的 T 恤，扎着辫子十分可爱。虽然看不到醒醒的脸蛋，但是她的婴儿肥却是非常显而易见的。肉乎乎的手臂和脚背，以及充满了肉感的背部，一看就是平日里伙食很不错的小孩。不知道这是什么动作，该说是练习劈叉呢，还是高抬腿？总之是在锻炼自己的柔韧度就对了。据悉，章子怡也是从小就被妈妈送去练习舞蹈，因为有着过人的天赋，她还曾在舞蹈比赛中拿过奖项，之后才慢慢进入影视圈，收获如今这些荣誉。看到这些照片，网友纷纷留言：“醒醒，我小小的身体有大大的梦想，努力又可爱，我的醒醒呀，萌炸了！”星星好可爱，萌翻了。